牧草经过秸秆压块机压制成草球后，用来喂牛和羊有以下好处：一、营养丰富。经过压制成草球后，牧草的纤维素含量增加，蛋白质和矿物质也得到保留，提供更丰富的营养给牛和羊。二、储存方便。草球压缩更紧密，体积减小，储存和运输更方便，可以节省存储空间和运输成本。三、防霉防腐。草球的密度增加，减少了空气接触，从而降低了霉菌和腐败的可能性，延长了牧草的保质期。四、减少浪费。草球形状均匀，容易被牛和羊吃完，减少了牧草的浪费，提高了饲料利用率。五、促进消化。草球可使牛和羊更好地咀嚼，刺激唾液分泌和胃肠蠕动，有助于促进消化和吸收养分。总的来说，牧草经过秸秆压块机压制成草球后，可以提高饲料的营养价值，储存方便，减少浪费，同时促进牛和羊的消化，有益于养殖业的发展。